150万可以买到什么跑车呢？不妨考虑这一台限量版的 McLaren 765LT。765LT 是 McLaren 的第四台 LT 车型，全球限量，和它的车名一样，只有765台。那其实这个 LT 呢是有故事的啦，它的这个全名为 Long Tail， 主要是 McLaren 在1997年为了要让这个旗下的 F1 车款能够参与这个 Le Mans 的赛事，所以要符合 Le Mans 的规则，因此就将 F1 的车身加长，因此就有了这个 Long Tail 这个名字。那也让 Long Tail 这个车型呢成为了 McLaren 竞技车型的一个代名词。首款的这个 Long Tail 车型啊，就是97年推出的这 F1 Long Tail， 然后接下来到这个2015年的 675LT， 接下来再到2018年的 600LT， 最后就是今年所推出的这个 765LT 了。那在 McLaren 车型里面啊，是有分成 Sport、Super 还有 Ultimate 三种车型啊。这个 765LT 属于 Super Series 里面的成员。那在外形上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它是基于这个720打造而成，但是呢，车长还有这个车宽呢都加大了不少。像是这个车头呢，它就加长了一个 48mm， 然后车尾部分也加长了 9mm， 全车拉长了 57mm， 前轴也是加宽了 6mm， 车头降低 5mm， 以及主动式的这个尾翼呢，它的面积增大了 20%。那讲到这个尾翼啊，其实这个尾翼它就使用了一个液压式的设计，可以在不同的时速下提供一个不同的高度来增加这个下压力。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部分，哇，整个就是非常的热血，它很多这个散热孔的设计啦，非常有夸张，这个算是我近期看的这个超跑当中最多散热孔的一个设计了，主要是提升这个散热的性能。还有就是中置的这个四出排气尾管呢，它是稍微有点向上的，这个尾管哦是以钛合金打造而成的，它会喷火，而且是一个 F1 的等级，非常的厉害。那走了下来，我们就可以看到下方有这个非常大型的一个扰流器设计啊。这个 diffuser 呢也是和720有稍微不同了，它变成了一个双层的一个设计，然后中间这边有一个很大个的一个洞啊，也是为了要提供下压力还有散热。那这个 diffuser 呢是以一个高亮的这个 carbon fiber 打造而成，这一种车啊就真的是全身上下都是 carbon fiber。值得一提的是，它的这个车底呢也是有一片整片式的一个 carbon fiber 底板，也是为了要提供更好的这个空气动力学。那除了车身加宽以外啦，这个 McLaren 也是为这个 765LT 的后面的这个 track 呢进行了加宽，包括这个后轮呢，它就采用了一个305/30 系列的这个轮胎，搭配20寸的这个轻量化轮圈，前方呢则是一个245/35，并使用19寸轮圈的一个配置。提升后轮的驱动力，当然是因为性能有所提升，没有错。这一台 765LT 所搭载的这个 4.0 V8 双涡轮增压引擎呢，它的最大马力从720身上的720 horsepower 提升到765 horsepower， 和车名一样。而峰值扭力呢，则高达了850牛顿米。主要的更动呢，是使用了这个180度的曲轴，还有干式的这个油底盘设计，让它的这个输出呢大大的提升。哇，这个引擎看起来就是非常的可口。那这具引擎搭配的变速箱呢，是7速的双离合变速箱，这样的一个组合之下呢，0-100的加速只需要2.7秒，0-200的加速7.6秒。相比起同级对手，像是488V3呢，还有这个911的 GT2RS 呢，他们就慢了0.2秒，而极速呢，则可以达到330公里。那为了要控制到这一部猛兽啦，这一台车的这个刹车系统也是进行了升级，它使用的是和这个 McLaren Senna 一样的一个配置。哇，这是我第一次打开 McLaren 的车门，那是这样子打开的。这个车门非常的轻，然后我们这里可以看到满满的这个 carbon fiber 的材质，没有错，这台车全车都是有一个 carbon fiber 的包围。那我们进入内装的部分。OK， 首先我们就可以看到，因为它是一辆限量台的车型啊，所以这里是有个名牌的。那这台车其实是一个show car sample 来的，所以它这里就有写000 of 765。那真正的车呢，就会有这个编号啦，序列的编号。坐进这个车厢啊，又是满满的战斗格，我全车就是看到 Alcantara 还有 Carbon Fiber Alcantara Carbon Fiber。 那我现在身处的这个我坐的这个座椅呢，其实也是 765LT 的一个特征，因为它使用了一个轻量化的座椅啦，
前面这两对都是一个carbon fiber 搭配一个 Alcantara 材质的这个座椅，非常的薄也非常的轻，但是很稳固，而且我像这样子坐的 OK 啦，的确是有点腰疼，但是非常具有战斗格。这个座椅呢采用这样的设计啊，我没有记错的话它是成功减重了一个18公斤，所以80公斤里面它就贡献了一个10多公斤，还蛮厉害的。同时呢这个中控台的设计啊也是很特别，你可以选择选配减重一个 1.2 又或者是 1.4 公斤，进一步来提升这辆车子的这个性能表现啊。同时呢我们虽然可以看到这辆车是有这个空调系统还有这个畅机啦，但是车主你可以选择不要这些东西，就更加的热血。如果你是买来做这个 track machine 的话，你就直接 cancel 掉这个空调， cancel 掉这个主机，那这台车就更加的轻啦，就更加的快哦。那虽然说这是两位赛道而生的竞技赛车车型啦，但是我还是可以看到一些比较奢华的配置的，像是这个 Bowens & Wilkins 的音响系统，然后中间的这个触控屏主机，以及很多这些 button 的按键，强调一丝丝的这个科技感啦。但是就像我刚才所说的，这些东西你都是可以 cancel 掉，你不要这些配置，就它能够进一步减轻这个车重啦。然后我要说的是，这台车的这个驾驶座子真的是很热血，整个就是坐在地上，然后看向前方的感觉很战斗格。重点是这台车哦，你转过去后面，你还可以看到它的这个引擎，然后听到这个排气的声浪，引擎的声浪还有排气声浪，非常的热血。那其实啊，大家可以看到这个 meter 啊，其实是有玄机的，就是它其实是一个全液晶显示的 digital meter， 然后界面是蛮丰富的，但是呢，你可以选择把它这样收起。它就是一个简化的一个界面啊。那其实这台车啊，在选择这个 track mode 的时候啊，它就会自动把这个 meter 变成这样子收起来，就 show 这个比较简化的一个界面，让这个车主呢能够更专注在赛道上。765LT 的这个对手有谁呢？啊，主要是这个488 Pista， 还有就是 Huracan Performante， 啊，还有 Porsche 911 GT2 RS， 还有啊 maybe 这个 AMG GTR 的 Black Series 啊。那这台车在我国的售价是多少钱呢？1488800是1488000令吉，当然这个是 before tax 啊。那我国这一次呢就成功拿到10台的配额，765台里面我们拿到10台哦。当然如果10台卖完了后你要另外再 order 的话， McLaren Malaysia 也是可以去争取的。但是呢这一买这台车你不只要有钱，你还必须是 McLaren 的车主，让这个 McLaren 总部啊进行核对了过后啊，你才能够拥有这一台车。就不知道有这个 McLaren 模型车的话，我可以买这台车吗？有这个资格吗？如果有的话，我要去申请一下。那好了，今天这一个新车介绍就到这里结束。就不知道大家对这台765LT 有什么看法呢？欢迎在下方留言给我们知道。你是 McLaren 的粉丝吗？是的话，也在下方留言和我们做做朋友交交流啦。我是小明，今天这一个影片就到这里结束。如果喜欢这一期影片的话，记得不要忘记按赞、分享，还有订阅我们的频道。就这样啊，拜拜。